问他呀，啊，那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先杀我谁？再杀谁？再杀到这儿，是活根牙，摇板摇而有节奏，散而不散。这个是拔上去的。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京剧院的老生演员王佩瑜。那么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跟我学这个栏目，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这次的捉放曹这段唱。我们今天要把后头的二六教会大家。那么捉放曹的这段二六呢，应该说也是余淑妍先生有很多的他的这个唱腔设计的智慧在里头。我先给大家唱一遍啊，大大大大大雨唱咕噜大个儿修大窝，就这节。言语多病奸诈你本事，大一人把事做茶驴不舍，与你父相交不我家为什么齐心杀他的全，于先生杀他的全家一家人呢，被你杀也就该把吃装来呀，杀老丈是活根呀。咱们一点一点来啊，大大大大大一唱哆喽，大个儿修大窝，言语多病奸诈你本事。这个，那我现在在带着你们唱的过程里，我就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们，你尤其是老想赶，就按照我节奏。大大大大椅唱多大根儿修大窝，言语多病奸诈你不要唱，你不要唱，你本事预备，奸诈你本事，大一人把事做茶驴慢点不舍，与你父相交，相交不我家为什么，这个嘴啊喂不要为什么，你看这个又是嘴型的问题，为什么张开为什么齐心杀他的全家一家人呢，被你杀也就该吧，就和该也就沉下来，也就该吧啊，也就该吧，吃装来呀，搁那儿吃装来呀，杀老丈，这个杀老丈才有点往前要拱的意思，也就该把尺装来呀，杀老丈是这个，杀老丈这三个字是非常强调的，杀老丈，杀老丈是活根呀，很有意思的是应该在按照规律来讲，我们平常习惯和规律来讲，唱到这个要结尾的地方肯定是往后撤了，可是刚才说的这个杀老丈和我们以前之前学的听他言心惊胆怕的怕字
和这个后头刚才说的那个大墙都没有在节奏上做慢的处理，不拽的，不拽节奏，而是强调节奏，强调语气，包括这个地方也是，一家人呢被你杀也就该把尺装来呀，杀老丈是活，反而是往前催了，反而是往前催，非常语气化，非常符合陈宫在那个当下的这个情绪，人物整个的这个舞台的状态，杀老丈是活，个质问他呀，啊，你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一先杀我谁？再杀谁？再杀到这儿，是活跟牙，你觉得很合理？啊，一预备起，一家人呢、啊？被你杀也就该把尺装来呀，杀老丈是活根呀。哎，最后这两句摇板，在说摇板之前，咱们在唱之前，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在我们京剧舞台上的演唱里，散板摇板是最难唱的。因为它没有一个规范节奏，没有一个这个规定节奏。你不管二六还是慢板还是前板，它上板，一板三眼也好。那在这个摇板和散板，虽然跨着板板板板有板，可是你的演唱节奏跟这个板没有直接的关系。散板也是一样，所以为什么说摇板摇而有节奏，散而不散。你唱的时候啊，就在这个方面，我想如果真正能够把散板和摇板唱好了，我想其他上板的都不是问题。这两句当当当当当，你看好言语传不行，春牛木我马，把词则好意呀比心里之蛙。可是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这后头是没完，还要接曹操两句唱。清唱来说呢，到我们这儿就结束了。那我们现在就来把这两句摇板唱一下。当当当当当，你个龙，好言预备起，好言语传不行，春牛木我马，一个啷个啷个啷当啷啷，你把词得好意呀比心里之蛙。跟刚才那个左叉那个镜头井底之蛙一样的啊，就是坐沙发那个镜头，井底之蛙，这个之蛙的蛙出来的时候啊，留着点儿，小心一点，不要井底之蛙，没戏，太糙了，井底之蛙，预备起。井底之蛙，你先意识上明白，再慢慢去练啊。这个，那我们现在就跟着我们乐队啊，给大家伴奏一下，我们来唱一段，好吧？
大家唱的都很好，那个除了你不怎么特别熟以外，这二位唱的很好。当然，因为有可能因为你们原来就会了，那么加上这两次学了以后，有可能就是自己会的和我说的有点打架，显得好像唱起来就没那么流畅，没有关系。你可以照你原来的唱，也可以找余淑妍先生的版本唱都没有关系，我觉得还是要从一个规范、从一个原则、从一个大的法则和宗旨上来让自己的演唱有所提高，这才很重要。我们把这两段唱都已经学会了，然后也上了胡气儿，那么我听了一下，这个各自都有一些小问题，你呢因为不是太熟练，所以有一些还不能马上要求你，但是有一些原则，这个演唱的技巧，就是怎么说，法则类的东西咱们一定要掌握啊。比如说嘴巴要打开啊，比如说那个什么折口用什么镜头，嘴型到什么位置，这个都是有规矩的，这东西咱们一定要掌握，包括气息的运用。你呢，因为咱们都是女老生，所以我在看你听你唱的过程当中，我很有共鸣，所以看到你有时候包括你的这个唱的时候的这个整个的嘴型比较往下，容易往下拉啊，这个好像是普遍的女老生都会存在的一个问题，因为是因为跟这个咱们这个声音的这个声带的结构、喉结的结构，这个都有可能都有直接关系，所以女老生为了要达到在演唱的效果上近似于男生，所以我们要把喉结往下放，让这个自己声音更苍劲、更宽厚。那么与此同时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嘴巴和整个的面部的，尤其是这个鼻子以下的肌肉使劲儿的地方都会往下走，可能会让我们的声音出一些男性的苍老的声音、苍劲的声音，但是你却少了那种我们说鱼派的滴溜劲儿。所以我想先请你在演唱的时候有意识地让自己的嘴角，让自己整个五官上面觉得有一个东西啊给你拎着，不要往下搭了，听它听它，它就不一样啊，出来的音色、演唱出来传递的那个状态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我想是你目前来说比较重要要去练习，要去有意识的练习的一个功课啊，这是我布置给你的这个功课。这位呢，因为你，我觉得您唱的这个基础很好，他在用声音这个方面，那他这个声音是比较老棒，很结实，而且也有调门，这些都是他的优势。那么要说这个您的问题呢，比如说小腔、小弯多了。这个东西一多了以后，没有，当然不妨碍你演唱，
可是在演唱的格调上就好像做加法不如做减法来的格调高，所以对于有基础的演唱者来说，如果希望我给一些建议的话，我更希望你有这个能力去把它做减法。尤其是咱们比如说要唱余派，你呈现出来就是简单的直来直去，光明磊落，行云流水，这个我想是每一个演唱者最终要去到的一个高度。咱们现在就是我想你们二位因为年龄差不多，我们可以抠一抠，从你们的问题来抠一抠唱。这位呢咱们单独也在抠一抠，好吧，我们现在就从你们二位开始。在演唱的过程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一定要跟你们提出来。听他言，你们这三个人吓得我都没按我的要求唱，你们唱的是吓得我，这个不是错，而就是说我要求你们从我介绍的这个版本当中，从吓得我三个字来理解为什么他唱吓得而不是吓得，这个区别是普通话和湖广音的区别。听他言吓得我也是好的，如果你唱好了没有问题，只是我告诉你余淑妍先生是唱听他言，听我唱吓得我就更像湖广音，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东西以后慢慢来丰富自己，然后选择好吧。然后但爬，我刚刚说了这个镜头爬不是啊啊，不是这样，但爬这个镜头是在里头拧的，但爬啊，这个是拔上去的。如果你两个都是但爬啊啊，显得怎么样啊？有点傻，不是不好，是有一点点傻。因为如果这两个镜头离得很远，距离很远，是上下句的关系，没有问题。在同一个字里，同一句腔里，而且就是一二三的关系，你一定要让他们镜头是区分的。所以说，这种镜头你一定要掌握，你可以随时随地可以用，也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会。但爬。唱一下，听，预备，起。听他言吓得我，啷个啷得啦得啷个心得急个啦噔的啷个胆怕。对，这个最后这个三个柔波浪。它是有固定的位置的，爬这个小火车底下有铁轨的那个轨，空空空空，它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明白吗？不是唱出来的，是用气推出来的啊。再来一下，大，预备，起。但爬，啊！同样，这样的一个镜头可以适用在其他的西皮慢板的第一句腔的最后。我们说一个流派的一个比较法则性的、原则性的、纲领性的一个东西，我们一定要掌握它。啊，背转身，自埋怨，我自己坐叉，也是我说坐沙发那个镜头。我自听我唱，我自己坐，这一定是腹腔的。你如果在喉坐叉，这很典型的这个语派唱法。我自己，你看这个自己的己字拔得这么高，基本上都在这里。共鸣都在这里，自己
从这儿到这底下，这个跨度，如果你不保持一个非常积极的演唱状态的话，你够不到的。首先，当然我们首先要意识里面够到。我自己所唱，这个镜头就是坐沙发这个镜头，所唱要敢把它摆下来，这个腔不要所唱就太普通了。我自预备起，我自己坐茶。后头还有一些问题，我先则是我，也是这个嘴型啊，注意，则是我，不要唱则是我。在我们京剧的演唱的发声里面，记住这个嘴唇呐、啊，两个嘴唇永远是不能往外凸的，我们的嘴型是永远是保持向两边扩张，上下扩张，但是不能往前。则是过，不对啦，则是过，这个缩波折就是这样，保持这样的音量，把它唱准就好听了。则是过，唱则是过，嘴型对了，但是你不敢使劲儿，你还是嘴皮子松，这个问题带着这个意识去注意你的嘴皮子。你嘴皮子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要吃苦头的。好像我小的时候因为错误的理解，我觉得他们大师们的唱片或者老师们唱起来都觉得好松快啊，好轻松啊，更没想到他那个轻松，那个行云流水，很自然的表达，是很多很多的功夫以后呈现出来的一种东西。我小的时候嘴皮子松，后来很多人说我嘴皮子松，我不知道怎么紧，逐渐有一天当我意识到我嘴皮子 是松的时候，我就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去让它紧张起来。那是一个有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关系，但你一定要有意识。这段这个慢板没有什么，然后二六修道我言语多比有奸诈你，你们唱一下。修，预备起。修道我言语多比有奸诈你，本事大一人把事做长于不舍，与你不相交。相交相交，对，这一点都不能错啊！它是尖字吗？它就是尖字，是尖字就应该唱成尖字。在我们唱腔里面，没有似是而非，说有一点点是尖字，有一点点不是，没有尖字就是尖字，团字是团字，还是嘴巴嘴皮子的问题啊！与你福相交，跟我去，跟我一起唱。与你福相交，我叫为什么？齐心杀他的全家一家人呢，被你杀也就该把尺装来了，杀老丈是我尊严。嘴巴都给我打开，嘴巴都打开，对，好，希望你们能够带着这些自己存在的问题，以及我给你们分享的我的体会，然后每一次我们演唱的时候都想着唱，思考着唱，带着问题去唱，我们就会有很多进步。好，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下一次再见。不叫天下人哪来，这儿捋髯口，这儿脱靴子，听唐扶我，哆嗦，往后退一步两步小三步，唐
作为女老生，我们要有足够的自信，同时也要很冷静地面对我们存在的这些声音上的这个天然的缺陷。唯一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经过长期严格的训练，第二个